世间法，虽然很复杂，总离不开一个名字。出世间法也是一个缘字，缘聚法就生，缘散法就灭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法也不可以执着。金刚经上说得很好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这个法就是指的佛法。为什么佛法要舍呢？因为佛法也是缘生的。凡是缘生的都没有自体自性，都是属于了不可得，当体皆空。如果你有丝毫的执着，你就错了。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舍。那么这个舍不是说没有作用，有作用。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明白，取舍同时，取就是有用，舍就是决定不执着。啊，决定保持这个心体像虚空一样，一尘不染，周边法界，这个是你的真心心切。至于取的那一边，这就是佛给我们讲的随缘。诸佛菩萨随缘，所以才说随缘度众。啊，楞严经上讲的随心应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。所以他自受用自在，他受用也自在。这个自在是自他两边都具足的。我们凡夫做不到，做不到是因为迷执，自己对于事实真相不清楚。不知道这些事相是虚幻不实啊。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桩是真实的，这都是讲的事实啊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那就说得更详细。
说得更清楚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空有是同时的，不是两边的，不是对立了，它是圆融。懂得一法圆融，就知道法法圆融。我们在一切圆融真实法当中，就搞对立了。对立是错误的，对立是六道反复啊。四圣法界舍掉对立了，但是还没有得到圆融。这是个过渡时期，即使进入圆融的境界了，这就是如意真法界了，脱离十法界了。所以大乘经典实在说，应当要深入去探讨。可是这个深入决定不能用心意识。那我们世间人讲，我们去研究，我们多想想，多思维，这个不行。那这种方法没用处，为什么呢？落在意识里头。这就不是佛法了，这是世间法。我在早年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，有一次我很想请方东梅先生跟我们学生上一堂课，请他给我们讲因缘。这个在一般讲来说呢，这是纯粹的哲学。方先生告诉我，因缘实在不如现在的符号逻辑。现在这些思维的方法了，比从前进步。然后又告诉我，没有必要啊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大乘佛法已经超越思维的范围了。因缘逻辑辩证法都达不到，这个东西只是中下阶层有用处，向上一着完全没用。他讲的我懂，就我们这个开这个课的念头就打消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东西还用心意识，没有离开心意识的范围。宗门里面常说向上一着，向上一着不用思维了，不用心意识了，你才能够起入。所以参禅的人为什么会开悟？他什么时候立心一时，什么时候就开悟。念佛的人为什么会得一心？给诸位说，念佛堂得一心跟宗门里面开悟是同样的境界。
都是见到自性。在净土宗里面叫一心不乱，在禅宗里面叫明心见性，在教下叫大开圆解，名词不一样。悟入的境界完全相同，都是不用心一时，所以大乘佛法修学，立心一时，你才有个入门的路啊。佛法里面讲，你才有个入处啊。你落在心一时里面，费尽力气，用尽心思，也是不得其门而入。你所能入的是文字的。你能够拥有的，也不过是古人这些注解而已。你出不了他们的范围。一定要自己悟入。悟入之后，你对于宇宙人生、虚空法界、过去未来，你就明了了。明了之后啊，你才晓得我与大家的关系。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。我与一真法界、十法界这些有情众生的关系，你就全都明白。那么与大众相处之道，你就得到了。事出世间法，是在讲一个道理。用我们很现实的话来讲，就是学得与一切众生的如何和睦相处。如何互助合作，事出世间教学目标就在此地。诸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相处，你看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这就是说明他能与一切众生相处，与一切众生和睦，与一切众生互助合作。他明其道，而后才能得其用啊！学佛的人都知道啊，业障。什么是业障？业障就是与别人不能相处。与一切众生格格不入，与一切法对立，这就是业障。必须要晓得，自性里面没有障碍。
自性所现的一切现象当中也没有障碍。华严经上跟我们讲的原则，理无碍，没障碍啊，事也没障碍啊，理事没有障碍，事事也没有障碍。我们今天这个四个里面呢，全都产生了障碍，理不明。这是我们对理的障碍啊，是迷惑，我们对事的障碍啊，理事不能圆融，事事摩擦就更多了。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坐卧到这种程度？你想想，是不是这四桩啊产生严重障碍啊？华严经久久没有人说啊，由于分量太大，读诵的人稀少，虽然读诵。真正明白里面道理人实在是不多。明了之后，哪有不会做人的道理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在基本上来讲，就是教你学做人啊。你会做人了，你才会做菩萨，才会做佛。人都不会做了。这佛法里面讲啊，你才会堕落在妖魔鬼怪啊，你才会堕落在三途啊。要怎么样修学呢？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华严实在是好啊，有理有事，理事都讲得非常透彻。在四相上，关键的地方，佛总是无数次的提示，反复说明，其目的不外乎啊，让人听这部经从头到尾听一遍的，决定开悟啊！意思在此地。这个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修学的总原则、总纲领，普贤菩萨提出的十个大纲、十大愿望。这个十愿里面是以离境入门，这是处世之道啊！我们对人要有礼，对人要有诚敬啊！修行的枢纽在忏悔啊，忏除业障。这一条要是展开来，所谓84000法门，
无量法门无疑不是忏悔法门，所以忏悔两个字包括尽了啊。从凡夫初学一直到等觉菩萨，哪一个人不是修忏悔法门？业障除尽了，信德圆满现前了，这叫成佛。成佛功在忏悔啊！啊，现在几个人懂得忏悔的意思？几个人认真去修忏悔法门呢？忏悔法门修行的重要条件就是看破放下了。看破是知过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放下是改过，把自己的错误放下。我们修行，自己修行，也曾经看着别人修行，不是不用功，也不是不努力，也相当勤奋，可是经年累月，乃至于一生都没有看到效果，这原因在哪里？决定不是佛说错了，是我们自己读佛经听佛说话了，把意思给解错了。他没有错，我们错了啊。我们为什么会有错呢？用我们的意识心去理解佛的教诲，哪有不错的道理？这个里面错误偏差太大太大了。佛说一句话，里面都含着无尽意。我们在这个执着一分两分，就自以为是，这不是佛的意思啊。越有执着，就产生障碍。你的知见就有了界限了，你就不能深入了，就不能广摄了。所以一定要学《华严经》上53位善知识，他们那个求学的心态正确的，佛的无尽意当中，我才知道一分两分的，我还要努力认真去摄入啊，他并不是到此就为足了。所以经典当中字字句句都是无尽意，我们哪能讲得尽啊？
我们能够说得出来的，真正是沧海之一滴而已。这样才知道自己的浅陋啊！知道自己浅陋了，你就不会功高我慢了。我们跟这些菩萨比，跟些声闻比，跟其他善知识比，我们差很远啊。有什么值得骄傲？这些烦恼障碍要不除，你的清净心怎么会现前？清净心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整个佛法，无量法门所求的就是这桩事情，所以明心见性绝对不是只有禅宗才标榜才追求，其实任何一个宗派，任何一个法门，终极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。法华经上讲入佛之境，那个佛就是心性。所以那个之境就是明心见性。明的是自心，见的是自性。这样修学才叫做功德圆满。佛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方法，最初的方便，这对凡夫讲的业障习气深重从五戒十善下手啊，要用真诚心来学习，丝毫虚伪都不能够夹杂夹杂一丝毫虚伪，彼堕魔道啊！《楞严会》上讲得多清楚，为什么学佛学到最后变成魔了，就是因为你有夹杂尤其是夹杂邪物。什么叫邪？与五戒相违背的是邪，与十善相违背的是恶。如果你夹杂着贪嗔痴慢，夹杂着杀盗淫妄，这就是夹杂着恶啊，夹杂着是非人我，那就是邪。以邪恶之心来修学佛法，这就落在魔道啊。魔王子孙呢，不是佛弟子啊。这些事情总要辨别清楚，
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。尤其我们处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啊，诸位看看这些新闻，正是佛经上所讲的，诸恶到了极处了。我们今天修学，应当把自己身家性命置之于度外啊！在这个时代里头，随时可以死，随处可以死，所以要把生死置之于度外。你看这个世间的灾难。可以说是无缘无故一堆一堆的死去啊！彻底放下，恢复自己清净心，以真诚心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。来奉行佛陀的教诲，我们知道生命是相续不断的，这个身舍掉了有好去处，我们换一个更好境界来修学，这个观念就是正确的。贪念这个身体，贪念自己生活的环境，决定轮回。轮回心还是造轮回业，与佛法的修学不相干。那么这些事总得要明了。机缘很难得，一定要掌握住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